주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길만 알려줘. 상아. 没有人儿. 실수에서 배우는 법이지. 没有人儿啊.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이타이샤. 내 능력을 의심하지? 빙레 2A 빙레 빙레 빙레. 적이 더 많았으면 좋았을 텐데. 不吃药吗, 妹妹? 对面是沙口辅助，我估计二级学的是E。 放了，哎，不打了，回家了，打道回府。哈，这马上到了，再打要出事情。 皓月死了，因为右边有蛤蚱，他为啥不躲一下啊？他为啥不让亚索在前面呢？很奇怪呀、啊！绿文这都不传。 我还以为你得传送了呢。不过他确实不能传，他传了老亏了。扣一下，平嘞。
我可要吃塔皮了！坑你一下！不知道是他先升还是我们先升呢？ 插个眼儿的，啊，他先升，他升了，我也想升。 不好杀，兄弟！我们压了这瑞文10个兵。抠，一 A 点圆钻。 跑的是真快呀，一没打断，传送了吧？哎。 皓月咋不来呢？哎，他不来，我们没什么办法呀。不是，那最后一个 R 甩了我多少血呀？ 不能甩那么多血，正常。一个 A 打的我血有点疼啊！我是闪现不敢秀，我没有蓝呢。我闪现了我也打不死他，我亏个闪不合适。 关键他那一下我没寻思能给我杀了呀，我寻思差一点儿应该，正好差一点儿，伤害没太算好，伤害有点高，最后那个平 A 征服者触发可能蓄区是有点高，哎，关键这皓月不上来也不知道干啥呢，晃来晃去，多好一波强杀机会，不来。 没法杀了，又差一丝儿，回家吧。伤害不够，我都差点让他杀了都。其实我们本来优势挺大的。 刚才一波给他越塔，越完塔以后，然后让他传送出来，上路直接永远他也打不过。哎，没来。没了。
已经崩了，对，又崩了。就以你们的游戏理解，我咋玩都崩。我杀完人，跟我说我亏了，就老这样式的。对，已经崩了，崩的可彻底了。我杀完人跟我说我亏了。精神病，没人帮自己玩吧，那打野都搁下路呢，我们把他峡谷打了，希望那绿文不知道，希望左边没视野。我把峡谷先锋打了，什么叫崩了？崩了叫你根本没办法再跟他打了，这叫崩了。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实力去跟他对线了，这叫崩了。这一塔再见，回家了。那没咋地呢，无非就死一把呗，老崩什么玩意儿了呢？左边有皎月，不是皎月呀，有瑞文。我要能有个布甲鞋就好了。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打个蟹吧。我都不知道到底我是打野他是打野。没地方去呀。不敢上。哇哦！算了，不上了，容易有人儿，但他也不敢踢。他旁边容易有辅助。现在的小丑啊，就老乐意装，也不知道装啥。
太猖狂了！把沙口杀了吧，沙口，那把沙口杀了吧。 护甲鞋，这把血手不出了，我们出个黑切。30秒小龙，我去烧了，把兵收了。不行，我这波不能去。 我去了，我们永远落着绿纹一级，不能去。他把兵推过来，我们必须得赶紧把他收了，然后再去。我不可能永远落他一级，那我就太亏了。来呀，那你干啥去了又？ 来呀来呀来来来来来，正面团，等一会儿啊等会儿。哎呀，这位置这么差呢，怎么？白给一个龙。哎，那皎月为啥不敢上啊？E过去一个 R 不全收了，刚才啊，好怂啊！ 上去那亚索接个大不全死了吗？让他把 R 这里可能有眼儿，好骚啊，卡萨丁，好骚啊你呀！非得就是送一个，不送的话黑切出不来。 打得好平稳啊！真是没啥地方杀人呢。你不用你追，我知道那后边有瑞文，咱们先不跟他打，万一那瑞文传一手。
咱们不合适。灵幻椅，nice， 大龙，大龙能打不？好脆呀，黑切加三下有点脆呀。小龙吗？我觉得俺们可以大龙试一试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大龙。以我们家的伤害打大龙完全绰绰有余，这波小龙换大龙可以换。推中也可以，可以推中。这位置他们过不来，推中。哇，这蛤蟆一脚踢四五个，但是没什么用啊。小心点，沙口可能要来啊！我们赶紧回家。回个屁呀！这能一波呀、啊？这还回个锤子呀、啊？卡萨丁要杀猴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呦天哪！由于我们的一波精彩指挥，兄弟们拿下了这场比赛。现在打游戏都得靠指挥来打了吗？